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今天早晨呀、一早起来啊，就看见湖面上来了不少海鸟，有鸭子，有鹅，有海鸥，唯独不见了白天鹅。哇，湖面上来了这么多海鸟，又飞回来了。哇，这早霞有点像山林大火。再看看这湖边景色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